大军，该吃药了。下毒之事可以查清。查清楚了。何人所为啊？小奴听说。说。是莫愁娘娘。什么？莫愁？回禀大君，小奴本也不信，可是那毒确实是从莫愁娘娘的药罐中查出来的。不过去向他讨个明白。大君，您刚醒，身子又……大君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布谷正想去问个明白，他莫愁为何要对布谷下手？莫非大君真的以为这件事情是莫愁乐师所为？哼，毒是在他的药罐里发现的，他还有什么好说？若是这毒真的是他所下，那他为何要拿药罐前来等着被捉拿？除非这毒根本就不是他所下，而是有别人故意下栽赃给他。李晨以为此事还要详细查明。详细查明？怎么，你还有异议啊？大君，听说太后已经让上大夫严办莫愁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